对于这个 Selina 出院这件事啊，大家听到最多的声音还是祝福声。雪碧榜当天，众多明星都是 Selina 的好友，大家得知 Selina 已经复出，十分兴奋。我觉得很勇敢，一个人拥有以自己的自身经历，然后来鼓舞别人，那是需要非常大勇气的事情，尤其当这件事情是他并不愿意发生的事。作为同公司艺人的飞轮海更是感触颇多，大家都在电视前看，觉得很感动啊，希望就是他加油，然后大家真的多给他一点空间。对，艺人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 Selina 的复出状况，大家都为 Selina 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。然后我很开心啊，他出来我看到他的笑容，其实大家都一直为他祝福，那也希望呢他可以完完全全康复了，然后呢我们演艺圈还是很需要他的。衷心祝福 Selina， 猪猪就陪杭州报道。